是板娘小薇，我是老师吧。今天是非常特别的一期视频，也是非常特殊的一天，因为今天王小贱他离家出走了。开玩笑啊，他出去玩了。然后呢，临走之前给我和蓝十八留下了一个挑战任务，他说让我们俩玩一下不要笑挑战，然后还给我们留下了一段视频。啊，这是人间挑战惩罚，就是如果等会我们俩谁笑了，谁就要吃一片柠檬。然后由于呢，我觉得他的笑点呢其实也不是很高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我应该可以。你怎么流口水了？酸呐、啊！然后这味道，然后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忍住不笑的。等一会儿呢，我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我等一会儿就负责看视频。然后呢，你们就负责给我点赞三连，好吗？你就吃吧。我不吃，这一盘都是你的。你们觉得谁会赢呢？可以在评论和弹幕里面支持我，支持我！猜对了，一会儿有一个么么哒。那我们好，开始吧，走。哎，后面的兄弟，你这是要打自己？眼睛，就看你的眼睛，你他妈也打自己兄弟身上了。What？ 这帮野蛮人全是内鬼是吗？但是有一位勇士过来了，他瞄着的是加藤林的弱点。一击毙命，兄弟，你是好样的。那一天又见到什么？让我回忆一下，一个半裸的女人。侦探法则第一条，不能错失任何一个细节，尤其是半裸的那部分，浑身洁白。这是王小贱喜欢看的吧？这个真的可以播出来吗？你笑了吗？快来。先找个最小的人。哇，糟了，就被发现了！这名字我记得，就是那个数码宝贝的主角吧？是八神太酸了，我都要流眼泪，喝着口水。把老子都吓出心脏病了！不砸了，不砸了，你自己走路回家吧。不是嘛，兄弟，我就是开个玩笑啊。你去和爱看数码宝贝的人开玩笑吧啊！这也这么高？你在笑啊？一个钱包什么？我认真了。总要你哭了。我还都看了三个了。我不笑，这是我一直在玩的线。我看到他我就笑不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哭，我不会笑的。我看到他我是绝对笑不出来的。手软。他叫你，你刚苦笑什么？觉得这局莫西干已经走远了。哦，有个怎么突然跪下了？这是要把身体夺不手下烂吗？你笑了，好疼。来一个，选一个，我选个薄的。这不是，我拿这个胡子来穿的。你吗？怎么还有我的啦？我的就是。前两期找女朋友那期。这怎么还有我自己的？王小贱是觉得我看到我自己被他整，我还能笑得出来吗？他连出门都想着整你，我觉得这很过分。来，你刚刚是不是笑了？我这是为你打抱不平。你笑了，赶紧吃，干杯。这是什么鬼？哎，姐。啊！我吃不下了，我吐了。我刚回家就下去了。那这个没有吃完的呢，我们决定留给王小贱，放在冰箱里，等他回来给他吃，不能吃光，好吧？必须的。其实呢，本期视频中大部分的视频是来自于有点好笑的参赛作品中，有点好笑是西瓜视频游戏区发起的搞笑主题活动。作为本次活动的飞行嘉宾呢，我会从所有的参赛视频中 pick 一位选手送出晋级卡，谁会是幸运儿呢？获得这张宝贵的晋级卡。下周五同一时间，我们评论区揭晓啊！对了，想要参加活动的小伙伴呢，可以在评论区里获取参加活动的链接，说不定那个幸运儿就是你哦。有点好笑是西瓜视频游戏区发起的视频搞笑主题活动。有点好笑是西瓜视频。哎呀！有点好笑。你这样可以吃多少片柠檬？